Thank you.
喂喂，哎呀，怎么没有声音呢？不是说可以覆盖所有地方吗？哎呀，骗人呐！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？Jason，Doris， 你们在哪里呀 ？Jason，Doris， 哎，小姐，请问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小姐，你刚去完花窗舞会吧？爹爹，我哪里像你爹？爹，你就是那位有缘人，不做是恶鬼下界发现的。小姐，我看你怕是喝醉了吧？我没太听你说什么呀。堂兄，原来你在此。妹夫，我找你很久了。终于再见回你们了，真是一段。我是林诗阳啊。哈哈，堂兄说话真可笑，我是多九公，不是什么多和之士。你们两个，哎，妹夫，我知道你舍不得你女儿，可是我们所有的情况都准备好了，我要上船出发了。堂兄，你怎么还没装身来呀？等一下，林诗阳、多九公还有十二花仙，难不成我真的到了镜花园里面？老两位叔叔教过我爹爹，路上千万小心。哎，侄女，请你放心，上次我们一定没有错的。堂兄，小三班博学，高中科举，还这么有孝心，真有福。原来他就是百花仙子，化身下界，成了唐傲的女儿唐小山。不要再说了，要出发了，走吧。哎，什么呀？我不是唐傲了，我是 Candy 啊！哎，我知道他们三人这趟旅途会遇上重重障碍，希望他们能在路上与十二花仙相遇，辅佐他们逃出升天吧。Thank you.